FG 系列沸腾干燥机是应用了 PLC 控制技术的机电器一体化设备，是固体制剂药品生产过程中的必要装备之一，适用于药品、食品、化工等行业中的湿颗粒等物料的混合干燥。该机优化了工艺流程，减轻了劳动强度，有效控制了交叉污染，完全符合药品生产的 GMP 要求。该机通过自身产生的负压，把施法制粒机制出的湿颗粒物料吸入到料舱内。上料完成后，进料阀关闭，干燥开始。空气经初效过滤、中效过滤、混合山阀冷热风道比例控制、热交换器加热、高效过滤后，输送到料舱底部，将物料吹起，实现沸腾。进风温度通过混合山阀比例调节阀实现冷热空气补偿式调节，沸腾舱内物料在热风作用下不断进行炙热交换，物料中的水分被蒸发，随空气带走。腔体内的补给带按照设定的程序进行抖动，补给物料及防止堵塞，补给室分式抖带，抖带补给室关闭排风阀抖带，使粘附在补给带上的物料抖落，保证补给带过滤良好。另一不抖带补给室仍然工作，实现整个系统连续工作。经过沸腾舱的空气从排风管道内被风机抽走，并经过消声器排至工厂的排气管道，完成干燥后，机器停止工作，移出料舱，干燥后的颗粒进入下一道工序。